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4日讯，今日湖人名宿魔术师约翰逊发布一则 Twitter， 表达对于湖人重新迁回波普的开心之情。约翰逊写道，我非常开心看到湖人和 KCP 重新签了一份3年合同，因为他值得这个。在总决赛期间，他在攻防两端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根据此前的相关报道，肯塔维厄斯·考德威尔·波普将以3年4000万美元的合同与湖人续约，第三年为部分保障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波普场均上场 25.5 分钟，得到 9.3 分、2.1 篮板、1.6 助攻。季后赛场均上场29分钟，得到 10.7 分、2.1 篮板、1.3 助攻、1.0 抢断。编辑：隔壁老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